首先看看我手上有没有东西，没有。OK， 好，再看看手上没有。好，一二三，喂，有没有看到我手上？哇！哇，这安迪老师神乎其技，一双巧手轻轻松松就变出了5000块。哎，现场观众可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想拿奖金就得靠运气喽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呢有一个什么 Q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帮我呢等一下想夹住这个夹到 Q， 5000块就是送给你的了。好，在哪里？当当当当，你呢？5000块没有了，不见了。两个一起夹，啊，再给你看到一次。来，还是很安全啊，5000块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夹 Q 很难夹，讲好了，我们换一个办法，夹到 Q 就没有了啊。但是不能因为5000块了，1500块。确定了吗？确定了吗？对不起，你1500块还是没有。